糟糕糟糕，我先帮他们录一下。啊，客人那个如果要借乐捐的话，是不是先给你？啊，就是对，有算是乐捐，谢谢。不是你们开打之前要确定啊，要确定我有空啊，我刚在接待，一半没录到，没事，我继续录，不可以啦，会累死。哇，小心手啊！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这边几个主要是练可能八级啊，然后练 HIMA 的，然后练一些像其他国术之类的。他们在打八级？没有那边吗？那边我不知道，那边应该就是有太极有八级有什么，我觉得都在讨论一下。来十秒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大概打个两分钟。然后到有十秒的时候，我会喊一下。好，时间到。所以他们两个都。